板，冲着热门的双十一日期，2011年11月11日，总共7个亿的限量版号称千年一遇，象征对爱情的唯一。7个亿还有谐音7个亿，寓意招财。8号开始预购，只卖4天，限量50000张，已经未卖先轰动。台南永康站外大大区间车车票上头印着长长久久永保安康，限量珍藏纪念车票。没错，台南知名的永保安康车票又要开卖了，这回冲着双十一限量车票。你好，还没开卖已经先轰动，不少人来询问。这回永保安康车票2011年11月11日，7个亿连号，千年难得一遇。8号开始预购，一人限购20张，一天车站最多卖12500张，只卖4天，总共50000张。因为只有一次，以后都不会再有，就感觉蛮有纪念意义。会，就是买给朋友这样，因为也很久没有坐火车。千年一遇7个亿，永保安康设计了心中唯一戳章，在爱情上象征一唱一和一辈子，一心一意一生一世，还能招财。7个亿谐音7个亿的吉祥寓意，可以搭乘我们的火车，这样也比较不会说车子停在红线都被可能被拖掉。担心当天人潮大爆满，台铁建议民众可以搭火车来，顺便结合当地旅游。永保安康车票7个亿限量版，1000年只有一次，铁道迷们已经摩拳擦掌。记者雷文章、王书宏台南报道。